我跟你讲，有人那时候要看我三倍，就要看我下边。你说我就是脱光了，他瞅一眼，他是不是性骚扰？我不让他看，他要看是不是性骚扰？有毛病？那有毛病？他看我对吗？看我三倍，他对吗？不对。司机人不错，他挺懂法。现在这女人不能碰。现在女人真不能碰，知道不？这边就来。你但凡就是说白了，我脱溜光了，就是说他搁旁边这句话，他也算是违背我的意愿，违背妇女意愿。那当然了。司机人不错。司机想看，你们别瞎说，司机正经人啊。你们但凡再说司机，真整你啊！你家孩子跟你差不多大。你家孩子跟我差不多大呀？你家孩子13。我都28了。然后他们老问我搁哪，他们来找我能咋地？我脱溜光他能查一下呀，对不对？司机人不错，拉挺志同道合。哎，这个生鲜超市里边有那些东西吗？要不行的话，搁这生鲜超市也行。这里边有那些虾什么的，海蟹。上华大去吧。行，去那边也行，天朗那边也行。天朗啊，这司机绝对想看，司机想看呢。行，原来到位，司机看看也没毛病。司机看看呗。哎，你们是正规出租车吧？啊。行。我可不能瞎唠。这里面都在监控，你们在监控，不让瞎唠。明白了。对，都在监控，在监控呢。多少元子？啥呀？未成年哥，什么玩意儿？多少元子呀？司机说了，想看那个公司不让，就是他们这个正规的。你看监控录上了，不让是吧？别看了。是看不看的问题，是违法的问题。违法，扰乱妇女，就是说违背妇女意愿。车费不给让他看，你有病啊？你拿他们扇贝叫人呢？司机装正经了，下车看呗。你有病吧？下车看，多大瘾头的呀？司机也不是没见过女的，对不对？也是过来人吧？人孩子都13了吧？对呗，也过来人，也玩过、吃过、喝过，是不？也不是说没见过。对象谁没处过？谁对呀？人处对象谁没处过呀？司机这人一老本神，脚踏实地，一辈子是吧？这养车的那么整，你那么整，说白了，你这么整两天就进巴黎的了。那不能干了，可不咋的，正经人。进啥小树林？有病啊！司机乞丐，哎呀，别瞎说啊！再说这话拉黑啊！司机真骚，啥呀？说那啥话呀？你们不骚啊？人们不骚有病，马不骚对，司机人不错。但是违法乱纪的事你不对，咱必须正能量。那不瞎扯。司机弯钩老大老黑了，谁说那话说的？哪是个人呢？你弯钩大黑的，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可能看。司机正经人，你们别调戏啊。再说真整你啊，一 Q， 那是钱的事儿吗？司机他一辈子说白了，活就活个脸面，你是一 Q 的事儿吗？他说给你1000，让你看我三倍，你说这不纯男扬言扯淡的吗？不拿我当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一刻我瞪你一辈子会对不起我自己的心的。我纯正能量，司机，我纯正能量。你挣的是车费，对你挣的是车费，而我挣的三倍，不是，我不挣的不是三倍，但是呢，司机绝对是说一老本神，肯定不会说跟我俩怎么有用，你就完事了。你们这么用钱去践踏咱们的尊严，跑单不能跳里边。花钱不给也无所谓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跳到哪怎么着？我这个人就是到哪就是说玩面子，我到哪我都不给钱。搞笑，能不给吧？啥年头了，对不对？司机也不容易。这个这么说。这市场也行，你就等我呗。行，不能开我跑吧？要手机放这儿。别，等会儿啊。嗯。你在这门口等。行，等我。看小绿人 ，OK。什么？感谢69哥。哎呀，哥哥，司机瞅啥呢？看看，100定金演绎吧，哥哥，这100定金演啥呀？你说让他看，你说人不可能看，你这100块钱我只能给你张张酒了，一会儿我先张酒。啊行，不是这100元的时候，这是人不可能接，人正经人，我也不可能干。好了，去吧。两 Q 也不行啊，拿我当什么呢？两 Q 也不行，不行就把100块钱还给你。两 Q 也不行，不行，我本身就不行，司机倒无所谓，他妈最骚，他妈最想看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下车我说的话，他妈最想看，但是我做不到。5Q 也不行，哥哥，这事儿捞不了，研究不了，你懂吗？我是个老师，我做不到，我真做不到。